写文好个，写四个的，给你们来一个那个啥，嗯，就听声音就好了。开始了哟，香药，不能叫了，谢谢宋仲香哥，嗯，谢谢阿飞哥，又该你了。在北干，对，谢谢林凡。裤子还没脱完，谢谢林凡。整理一下衣服，西家的衣服呢？什么歌呀？这个 A 西，你这个嘴太个碎了。没有交路费呢，一个铃铛也是，你们一个铃铛都不支持我，还是撸什么撸？再见，你好呀。谁唱的呀？谢松流星哥，谁唱的呀？谁关注？不知道。是这个歌吗？你好哥哥把第一次献给我了呀，谢谢你，这主播脑子有问题。那可不，发现了，谢谢您。
就是你刚刚的叫声，怎么我一叫你们都很开心兴奋是吗？欢迎阿飞哥哥，阿飞哥哥晚上好，谢谢铃铛。嗯，就为刚才的叫声啊，我一叫分泌旺盛，谢小哥哥领着。嗯，我怎么叫的呀？我应该这样叫，我应该说，说什么？谢谢玲玲。什么好像不是呀？谢谢玲玲，谢谢关注。不是啥呀？谢谢捧场。谢谢脑子有问题。变成你脑子有问题。歌呀。谢谢段王婆，谢谢送礼物小哥，谢谢铃铛。嗯，我一叫，你是来看叫哥唱歌？对，我唱歌跟别人是不一样的。我告诉你啊。别跟我说我咋样咋样，给我刷礼物，你爱刷不刷？我最烦别人这样说话，哪这么恶心呢？我发现有些人你脱光了他一个铃铛都不会支持你，所以你不要跟他讲这种话，找存在感，知道吗？那种人觉得特别贱。谢谢送礼物小哥，谢谢铃铛。射你大爷，滚！没有，张张哥哥。谢关二连的，欢迎下拉黑。你不是洗澡去了吗？谢谢连的。你不是洗澡了吗？谢谢连的。洗好了，这么快呀、啊？Thank you.
要把腿搭在椅子上。啥时候给你干啥？不干。什么就是不那个啥。